90%的人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个静态爆破新技术——延时再裂机。你根本不用担心它弹孔速度时间久的问题，它一个孔一分钟就可以弹一米之深。当然除了弹孔，它的劈裂力呢同样也是得心应手，8000吨到12000吨的一个劈裂力，只需交给它，让施工变得了更简单更轻松，高效省时又省力。